早上我去给到田里看一下，昨天还下雨，我看他在那边站着，我问他干嘛，他说他要找活干。你问为什么他也说什么，他就是有点答非所问。给他换了一套衣服，还给他吃的东西，四根火腿肠，四瓶奶，麻花嘛，买了一盒，他吃了。嗯，我说你有身份证吗？他说他有，他拿出了一个身份证给我看。河南的我就报警了，你们当地的民警送过去了。